是一根超级长的这个那个山楂卷，估计有一斤多重，后面是滑冰场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挺大的。叫啥烤翅？干点麻酱。西林遗址刺身，尝尝这个啊！猪节肠，但是肉辣根太过瘾。十点半直播吃这些啊，每日一磅海参。味道还不错，双击到底吗？兄弟姐妹们，看这大肉，瞅着爽吗？爽的话，你朝这肉上双击啊！今年发大财，还剩两个月元旦都发旋风财。香不香？你评论出来，老香了。这盘三文鱼摆的像小花，真的，我都不忍心夹。沾上小蘸料，绝对好味道啊！非常美妙啊！贵了，太爽了。确认过眼神，我是不是你要点双击的人？我咋感觉这棒头没熟呢？好长时间没吃大肠了，真馋了。荤素都有，凉皮儿，还有一个榴莲的小皮啊。来一个生枪的大爆头，如果你不敢生爆的话，给我一个双击，如果你和我一样敢生爆的话，那就来个关注啊。我用小波龙还有大爆头和你们换双击，换不换？想换的，想吃哪一个戳哪一个。哇，抹膏，巨口。